欢迎龙。哎，这是红毯上很少有哈，前面红毯走完了，还在等自己的朋友的，真的是。好的，好，最后右边啊，看几下 ，OK， 来，要来到我们中间了。哎、是二位，这个是算是红毯上比较好玩的一幕啊。这个伊万伊嘎走完的红毯后，还等着云龙一起，有没有祝福要送给对方，在来年新的一年2020年？我送给他是吧？我希望能尽可能的多休息，因为今年都挺累的，挺疲劳的，很忙碌工作，很忙碌的一年，所以明年能在。完成好的音乐作品音乐剧的情况下能多休息休息，劳逸结合，劳逸结合、对对对。其实我们俩就甭那么客气了，对，我就觉得其实心疼的就是观众啊，因为大家明年希望能够买到我们俩的票。对对，哦，这句话说到粉丝心坎里了，是不是也要问一下云龙这边，就是对于演这个变身怪医的这个期待是怎样的？因为上次演3年前了，然后这次肯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包括舞台，包括演员换了，然后我的好兄弟这次也会参演这个剧目，也会给这部很经典的作品带来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喜欢，多多支持。还有会非常喜欢。听说等会儿那场会有精彩的演出，是不是？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稍稍的提前透露给大家？是。这个肯定还是我们俩的，对，老本行，经典的一个作品，音乐剧唱段，所以大家期待一下。经典的音乐剧唱段。是。好的。哎，既然二位在一起，干嘛不再合影一下，好不好？是。二位啊，来来来。我们再到中间来。站中间好了。一起合一下影。对对对对对。好 ，OK， 谢谢二位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场面见。好，谢谢二位，谢谢两位内场，内见。即将走向红毯的，让我们继续欢迎青年演员胡一天。